會諗住係想唱啲咩類型嘅歌曲咧？因為之前喺節目當中你都唱咗好多唔同嘅英文歌，有唱過啦，國語歌有唱過啦，粵語歌我成日都記住咧。而家嚟到十二強喎，你滿唔滿意而家嘅賽果？滿意，而家滿意啦。我諗比賽有輸有贏嘅。咁我頭先啱啱做完 rehearsal 啦，個個都話：喂，而家姐你唱得好好喎，即係越唱越好。咁對我嚟講，我已經贏咗啦，所以唔使走到最後。我覺得我原本嗰、那個冇太多嘅準備，可以做得更好嘅。咁而家的確係好咗好多，所以好開心咯。嗯。我哋係5月13日母親節嗰個星期咧，中年好聲音有一個演唱會，所以都好期待，係啦。我唔知咧，咁就要等公司公佈啦，唔知到時安排如何咧。